就是想给您高兴高兴，开心不开心？那肯定开心，那哪会不开心呢？要光等着看着真的喜极而泣，我这一会儿心里现在马一涵又该想掉头了。不是，我主要心疼小奈，脖子又该绑了。你没发现他这两天老好胃不对劲儿？啊，要不本身就瘦，本身都瘦，再那啥不养养，不养好身体。顺其自然，俺俩就没有。要不不知道说啥好了。你想说啥？看妈都开心，开心了又哭了。是，我主要是心疼小奈有点。这几个月九个月又不好过，将来不能定，三个月以后再在外面。将来他不上班，我不能来抱啊。打过针了都。哎呀，那也最好。不抱他，他相当都不摸他了。啊，对，别摸他，别抱他。嗯。啊，想吃啥？你这可得照顾我了，是吧？行。那天俺俩去，一开始光测了试纸。嗯。然后俺俩又去医院抽了血。啊，去医院发的。那天俺俩走的时候。记不记得吗？走之前啊，上午抽了，俺俩出去了一趟，你记不记得？啊，我知道，你说出去一趟，你不提前说一说你？这不是现在跟他说的，确定了跟他说的。你那天晚上一说的时候，一直说一会儿，我俩一直想买啥事啥事儿，没有什么奉献给你。这是双喜临门。这一客户上这个后，可能跟对象那方面，第一吃饭上对他照顾中，另外一个俺这个一定千真万确叫他心情高兴，心情舒畅，不能叫他不如意。放心吧，老张，一定，嗯，中，放心吧。呀，还真是。哎呀，有点子了。你一会儿我都没法吃饭了。